外面零上22度，大家猜全村的希望来找谁？上次你花5万块台币来俄罗斯送给我阿 Q， 这次我花5万块台币来台湾送给你俄国阿 Q。回家吧。有牛肉的，有鸡肉的，有破掉的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我最想念的食物是茶叶蛋。刚来台北的时候，去了几家商店都没有买，要多去很多家才会有。没想到台湾会缺蛋，很夸张。我真的幸福了，我第一次看到厨师在我旁边切肉给我吃，这样一定很贵。我以为这种卤味去夜市才可以吃。好吃，我可以吃头吗？很软，我觉得你们的烤鸭比北京烤鸭还好吃。这个菜太多，三杯。鸭的头呢？吃完这一餐，我3天不吃。3年没有来台湾，环岛后发现台湾的风景依旧美丽，台湾人依旧热情无限。最大的改变就是很多店不见了，很多小吃和食物也变贵一点点，但是周尼出钱，所以我没有关系。3年前我离开台湾的时候，你还没有这个，现在你有了，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比大家厉害，看不起大家。好，我把这个带回去俄罗斯，卖给别人。